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B 妈。来，我现在在中兴新村散步。哦，有看到一堆废弃物，然后看得出来都是老旧的家具，这样给大家看一下。其实这些木箱啊，如果质感还不错的话，你可以拆解，拆解之后可以做成自己要的家具或者是柜子。好多废弃的家具被丢在门口，然后仔细一看，发现那家具是1980年左右的，遗留到现在的，所以它的造型很复古。然后有几个抽屉真的是很好，那个抽屉的那个质感啊，都是实木的，而且抽屉单单是抽屉哦，就非常重，所以以前的家具可以感觉出来是真材实料，不像现在的，现在都夹层啊，不然就是里面就是有中空啊，只是表面。然后就是我们来这个大卖场买这个28×40的这个黑色的，它叫什么？彩色网。你去大卖场一定要找够大间的，真的货都很多嘛。那我现在就是这个要买啊，这个。然后呢，我们的配件就是买这个叫白铁铰链，它就是很像 L 型的，可以就是怎么讲，可以翻开折起来的的这种白铁铰链。然后这个是两对，就是两组啦，然后里面还附铁钉。首先呢，先打草稿。那我们的煤炉是41公分，所以我们购买的铁网是40×28公分。那我们先在稿子上面画半径28，画一个圆圈，然后再以28长为圆切，找出圆切的中心点，点跟点之间连接出六边形，记得每一边都是28公分，基本的稿子就已经画完成了。因为我们找的木板是废弃的家具物，所以六块木板的大小、厚度都要一致，宽为10公分。每块板子会架在两片的铁网接口处上，斜切处长为32公分，短为21公分。找出木板要放置铁网的位置处，把它画下来做记号。现在在木板的位置上找出21公分，并画出来，然后在21公分的中间画上记号。另外一边32公分，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找出中间的记号，总共有4个点。把它连起来，就形成一个梯形。画出完美的黄金梯形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做裁切的动作了。在锯木材的时候会有很多木尘，记得要戴上口罩哦。这样就完成了一片六角的其中之一个板子咯。
裁切好的木板非常粗糙，需要用150号的磨砂纸磨光抛平，再来用320号打亮全部板子，使成品更精致光滑。旁边的重心点对准内角，然后这两边就会将裁切好的板子放在两张铁网的接口处，另外一边就是这样，它的中心点也刚好对准另外一个对角，所以为了让它稳固，我们必须在那一面这边弄一个确定位置后，我们在板子的下方钉住三角挂钩，再与弹力绳绑起来，与 S 挂钩勾住下方的网子，这样的木板才会稳固，不会摇晃。三分之一的地方，就买了这个，有这个上面要再靠近这边一点，要不然你太中间的话会碰到那个网子。OK， 这个因为就是因为钉子比可能比木板还要长，怕穿过去这样子，所以会怕穿透，所以会用两个垫片垫上，增加厚度。然后你就这样就完成了成品。成品之后我们就放一个解说，怎么让它往下，你要勾紧一点就往下。这样它就固定就不会动了。这样比较好哎。很稳呢。三组板子有它的合并的顺序，所以我们在上面有做记号，就是这是一号、二号、三号这样子。然后一号一定要跟我们这边有做记号，就是要跟它拼接才会合，要跟它拼接才会合。我们都有做记号，这样在用的时候拼组装的时候才不会拼错这样子哈。然后因为它是两片两片啦，总共三组拼在一起，所以我们先看一下那个碗，换个便当哦，很 OK 好吗？就简单的放个小东西啊，杯子啊，马克杯啊，咖啡啊，小零食啊，在煤炉旁边都很方便，超棒的。我们固定的原理是用这个在板子上面用一个 S 挂钩，看到吗？这个用 S 挂钩，然后拉了松紧带，就是束带啦，那个，然后勾下面的，这样就可以稳住板子，好吗？然后至于铁网跟铁网之间，我是用什么做联系的？就是用这种细型扣，这个衔接两个扣子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，总共准备十二组，就是六个铁网之间，就用细型扣把它扣住。然后呢，它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收纳。细型扣拆开之后，就可以做收纳，然后拆一边就好了，其他就不用拆，然后就可以对折，然后再对折，这样就收好了。
这样收纳其实挺方便的。好，那你要用的时候就再打开，再打开，然后再把刚刚拆掉的这个扣起来，用 C 型扣扣起来，这样子。就是有一种门，它是正门的，有一个开口的入口门，是养宠物使，就是养宠物啊，兔子啊、狗啊、猫的那种，那买得到，但是我们没有买，那我们就自己处理，就整片网子中间把它切一半，就自己处理这样子，然后这个我们就可以舍弃不要用，然后就是变成这样子，就可以在这边切换煤炉的那个炉心高度这样子。这样就是 OK 了。